春生竟然在这打工，根本就是春生要给我机会，要把你送出去嘛。啊，加抓呢？我这里哪有加抓啦？有加抓，你若是讲袂讲，我就甲你讲。唉，可能是我目睭火气看唔着啦。啊，一定是刘谦呐，伫遐加抓加抓的话，害我产生错觉啊。是啊、喔。是搁无来走，就搁变做，互你甲恁爸拢互两关。算讲我要两关，我嘛要有你做伙。你冲啥？苏炳生！拍死拍死，小鬼血，你咖啡？是啊，拍死拍死，我两兄弟要来是咖啡配鸡卵糕啊！我甲你谢谢，我甲你谢谢，谢谢谢谢。恁家拢是无水准的啊！咖啡我不爱啉啊，好爱。拜拜，开心。张嘉玲，哎呦，你想要靠改风水来改变关系哦？我看规矩啦，你家你家己换掉，你较实在啦。啊，方世晴嘛本来就无介意你啊。好啊，妹啊，你真正是阴魂不散呢。拜托的，我较委屈好无？我只是今来遮想要讲买一下饮料。那会知影冤家路窄去拄着恁呐？你会当莫遐尼委屈，甲比买买外头就走。曹凤啊，你是毋是拢无朋友？那无吼，那一工工来找阮拍哪凉啊？你毋才食饱，想伊无朋友。哦，安尼我想想咧，嘛是啦。你身躯边吼，应该无人要缠你，啊连恁讲嘛无爱听你啊。哦，穷到只剩下钱，这样就形成我跟嘉玲的后人缘呐。黄心怡，你到底是凭什么在跟我讲话哈？以我的身份，哪有需要跟恁两个人比啊？一个苏心如，一个是交际花，啊我嘞，我有钱够有势呢，就想要把这巧克力蛋糕贵宾请去。哼，那唔讲哦，安尼真正伤过浪费啊。简单啊。跟奶油捞来就好啊！是，弟弟啊！哎，你干！苏嘉玲，帮助我死！你是奸笑！哎，喂，苏嘉玲，我，我，你，啊，你，你会小鬼？好，我练。帮助你们！啊，苏嘉玲。我上楼替人洗面啊！我来洗，我来洗。哦哦，那还露水在哪里啊？因为吼，垃圾是为内底垃圾出来的啊！你来搞会记？啊，你搞我扫台，只要小薇做回来，是你家己做的来。阿姨，我真正就下班嘞。我来给你倒扣哈。啊！失恋失恋，阿姨失恋啊！我最近因为运动过度，卡头骨有淡薄受伤，才会无顺利去打着你。你有安怎无？不要紧啦，无代志啦。感谢失恋。嗯。无代志就好。我感觉咱的八字无啥合嘞，我才要给你倒三工。煞无顺利打着你的手，我看哦，这就是命中注定，咱袂是好母仔，勉强袂来，所以咱以后就相敬如宾就好啊。我本来嘛无认为讲你会遐尼紧就接受我啦，搁安怎讲？恁爸爸过去所熟悉的查某，一个一个吼，拢比我较水，搁少年。你搁知影家己几扭蛋，予你一个赞。
所以你认为恁爸爸结婚的对象，就算讲是参像我这个会所的，也应该是一个集团的贵妇，无应该是伊身躯边的会计，是吧？阿姨，你唔通误会哦，我嘛唔是气嫌你，你嘛知影，阮爸唔是迄种遮尔凊彩就行船的人。伊会介意你，一定代表你有真厉害的所在，也是手腕，值得我学习。反正恁爸爸即马伊所追求的幸福，是平凡的幸福。甲安怎讲哦？我甲恁爸爸熟识，相处嘛得要二十年啊。阮拢真了解对方哦，心肝内是想要爱啥。阿姨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予阮爸平凡的幸福，拄啊好会当拄你欠阮爸的钱。安尼阁真正是货真价实的以身相许呢。阿姨，我是公生笑的，啊，你是大人，应该袂甲我这个囡仔人计较啦。当然袂啦。阁安怎讲，你嘛是恁爸爸上宝贝的查某囝。啊，不过万事拢有底线，若是达到底线，迄情形可能就无同款啦。阿姨，那安尼咱就先讲好，以后咱就是楚河汉界，我袂感谢你甲阮爸的感情，你嘛莫管我要创啥 ，OK？ 你好就好啦。我总算知影是安怎阮爸会选择甲阿姨做伙，因为阿姨真了解家己伫个世界的位置，只要守本分，我相信一定会当相安无事。好啊。我要来叫外送啊！坦白讲，伫个好好食的物件，甲厝内面食的拢差不多。我真正食甲足咸嘞，真无简单。才出来，我叫外送。阿姨，你袂生气吼？你欢喜就好啦。阿哥，我是爱煮一寡物件，互恁爸爸食，因为哦，伊工嘴当好，外卖的物件吼较重咸啦，对工嘴无好。嗯，无问题。等你看。我是绝对袂让你好日子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